家好，我的老明欢迎回来，世纪帝国。那么来吧，我们的战役斯普尔扎哦，经历了背叛的一集，接下来王狮子斯普尔扎万岁哦，所以是要打败他们，打败那个背同斯普尔扎的那两个人是吧？米兰准备防守作战，他们在城墙上部署了青铜大炮。又训练了一大批民兵，就连囤积货物的商人们都把自己的储备卖给皮奇尼诺兄弟的雇佣军。米兰还派出密使，让萨瓦伊的公爵相信斯福尔扎将成为整个意大利的威胁。就这样，好几千人的萨瓦伊部队向斯福尔扎开战。但是战争并不仅仅靠士兵和战马在战场上决出胜负，他们同样可以在昏暗的帐篷底下用成桶的美酒来取胜，而斯福尔扎跟威尼斯人的指挥官马拉提斯塔就是在这顶帐篷下见了面。马拉提斯塔听取了斯福尔扎控诉米兰人的背叛，但他知道斯福尔扎并不是因共和国的背叛而愤怒，因为一旦时机成熟，斯福尔扎也会同样背叛共和国。但是斯福尔扎给马拉提斯塔和他的威尼斯雇主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利用斯福尔扎挥霍自己的人马和金钱攻打米兰的空当，趁机征服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地区。马拉提斯塔同意帮助斯福尔扎，但是盟约和背叛对佣兵头子来说一直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摧毁米兰的城堡，并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城堡，打败米兰，打败。快看，兄弟，是斯福尔扎，自以为是公爵的狗东西。让我们看看这狗东西听到我们的大炮声后会怎么逃跑。他们跟女人一样唠叨，弗朗切斯科，但他们的刀剑比嘴巴锋利得多。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现在造一些塔楼和城墙吧。弗朗切斯科，我不能毫无防备地离开要塞，你能在我的营地附近建造至少五座塔楼吗？麻烦你了。
Quando? Impero. Impero? Pago. Presto. Correct. Sanheim. Sane. Correct. Comita. Ago. Ein. Sane. Ein. Sane. Ein. Ein. Salve. Ein. Quando. Odio. Pero correcto. Quando, odio.
Quando? Podio.谢谢我的朋友，我们会一同打败敌人。Quando? Podio. Quando? Salve. Quando? Quando?Sane. Correct. Presto. Sane. Condo. Sai. Presto. Sai. Sane. Correctus. Correctus.Sane. Correctus. Salve. Presto. Quando? Hai? Però.Ein Sane. Ein Sane. Correct. Ein Salve. Salve. Correctus. Condo. Ein Salve. Salve. Sane. Correctus. Sane. Correctus. Ein Correctus. Ein Sane. Correctus. Sane. Correctus. Sane. Ein. Correctus. Ein. Sane. Ein. Pesante. Caedo. Ein. Condo.Pugno.
直接盖在人家门前。哦，而且这还有火炮兵呢，火炮塔，说错。修一下，Presto. Presto.
Correctus. Sane. Ein. Correctus. Sane. Ein. Ein. Caedo. Condo. Dorese. Correctus. Sane. Correct. Sane. Impero. Pre sane, pre sane, ago, sago, ago. Sane, ago. Comita, presto. Sane, ai. Ago. Ai. Ai. Pugno. Presto, sane. Ai. Ago. Tienna, 死火二炸攻进城了! Impero.
为我会等着你背叛我，我可不会留着狐狸糟蹋所有的基隆，这跟个人恩怨无关，纯粹是生意。Comida, por favor, puño. Ahí.
Comida. Pero. Condo. Odio. Ahí me espero.的农场和矿场，我们没有面包和金钱给士兵发饷了。Sale.
原来这边还有三个石头，我真的没注意到这三个石头。错死了他，这只是生意，不是私人。我们总有一天还会再见的，再见了，朋友。弱，这么弱还敢来惹我？Comita. Impero a erro.他应该也盖城堡吧？这么久盖城堡，对啊，他这么久，这个应该是城堡吧？他如果没盖就好笑了，对。
Ein sane correctus vero ago
pugno. Pesane. Salve. Sane. Correct. Ein, però. Ein, porro. Ein. Ein pugno.嘟嘟，饥荒和瘟疫在被围困的米兰城中蔓延，守城的士兵纷纷投奔答应解放他们的学者和法学家们，而那些家伙必须为自己的承诺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对斯福尔扎到底是爱戴还是恐惧，在那个时刻恐怕两者兼有。米兰开城投降，而斯福尔扎则把本就属于米兰人自己的粮食发还给了他们。既感恩又愚蠢的米兰人给斯福尔扎戴上了冠冕。就这样，那个狡猾、善变又自私的私生子变成了米兰公爵。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大捷，却是他人生中最杰出的成就。这个关于斯福尔扎的故事来自他曾经的战友，同时也是他的敌人。我希望他遭到报应吗？恐怕没有人比我更希望这只趁着天黑钻进鸡笼的狐狸遭到报应。但他按照狐狸本性做下的那些事情却无法被谴责。我不会谴责斯福尔扎，否则我就会谴责我自己。毕竟斯福尔扎跟我有共同的血统，因为我是他的表亲米凯莱托。斯福尔扎是我的同类，我们都是佣兵头子，都是在意大利拿钱卖命的家伙。原来讲述故事的人就是你啊！哎呦，不过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啦，谢谢大家观看大熊，那边帮按赞加订阅，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就去玩，那我们就下期见喽，大家。Bobo!